因为 KTV 两人相遇了，接下来有他们第一次的见面。第一次的见面呢，男主角却迟到了3个小时，哇！叶秀心中呢非常的生气，怎会一个男生哇，很受苦，的开心、难过，而且呢，在每个节庆当中，一轩也会收上一张卡片。文燕就说：“为什么要准备卡片呢？礼物不够，因为卡片。”The toxic green eye, and I think to myself.